大家好，我是叶希诺，今年14岁，来自罗马中华语言学校5年级。这幅画的题目是《加油，北京冬奥》。画上有天堂，因为这是北京著名的建筑之一，代表了冬奥会举行地，还有两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，可爱的冰墩墩和雪融融。我最感兴趣的项目是滑雪，所以我画在了作品的中间。花样滑冰，我也觉得很美。最后，我代表罗马中华语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，预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！中国队加油，我们一起向未来！